所以妈妈那时候在法案的在争取，大家要争取立法的时候，你很支持。我还跟他去趟台北。我们去台北跟他去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，因为我感觉好囡仔一种很幸福，一种咱嘛是时代的脉动。妈妈，真的不容易耶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一开始我也是。犹豫了很久了，说真的没犹豫是，因为他是长孙啊，对啊，所以很对，所以说很多事情遇到了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蛮支持他的。那阿公阿妈没来？刚刚讲长孙，阿公阿妈呢？阿妈有来啦，我不在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阿妈也来，是啊，我昨天问他，对啊，一路走走来，看在眼里，我也很不舍。不过我。今天我又丢了一个耳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是也增加了九只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啊，真的吗？谢谢，哎，很正式啊，一定要的，真的，他们的那个优缺点都很仔细，所以我穿这一对，他们可以用。